2013年3月7日清晨，由巴基斯坦主导的和平一三海上联合军事演习拉开序幕。2011年，巴基斯坦举行和平一一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为发展和提高各国海军的技战术水平，提高各国海军共同应对海上传统和非传统威胁能力，他们做着积极的努力。当时有12个国家的海军参加，而2年后参演的各国海军已有36个。当多艘小艇以武装袭击过往船只的状态出现在航道时，和其他各国海军一起，中国海军赴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的编队舰艇已快速出击，护航官兵将要对危险小艇实施驱离，并且进行警告射击。早在2008年12月，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中国派出舰艇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这是中国海军第14批护航编队的出征，他们从祖国出发的第15天，途经巴基斯坦，应邀参加为期5天的军事演习，由海上补给、主炮对海攻击、海上联合搜救、灯光通信等多个演练科目，促进了各国海军的交流合作。对直升机组的机长李继辉来说，在海上阅兵式上的飞行也和平时大不一样。接通机架，随手试，手机气流，可以起飞。随着舰载直升机旋翼加速旋转，李继辉驾驶国产直球直升机飞离哈尔滨舰。来自14个国家的舰载直升机、海上巡逻机和巴基斯坦的空军战斗机将组成飞行编队飞行。各个国家的直升机都是几乎都是从舰上起飞的，从不同的方向往这一个海区赶，然后去的时候高度都低一点，到了海区之后见到长机，然后自动加入编队，然后形成一个大编队，然后在这个长机的带领下排一下队形。曾经执行过3批护航任务的李继辉今年42岁，对他来讲，尽管海上飞行没有任何参照物，但他的驾驶技术却十分娴熟。然而升空后，李继辉要想在海上与多国的直升机组成编队就不那么轻松了。要加强观察，一定要看好自己在什么位置，我要给前面的飞机直升机留出相应的空间来让他加入，是吧？在转弯当中像我应该让出多少来，这个距离的判断这还是有相对的难度。和之前在国内参加的飞行编队不同，这次参与演习的多国直升机型号众多，如何合理的控制飞行速度，在飞行编队中保持队形，对飞行员的心理和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像我们前面的就是土耳其和澳大利亚的两架，他们飞机大，两架海鹰比我们这个直九要大，他的飞机前面一消速，它速度小，那我们也赶紧消速，就保持这个相对的位置。海上阅兵式在空中形成了一个非常壮观的场面，仅舰载直升机就有25架，中国的2架直升机排在编队比较靠后的位置，是第21架和第22架，而飞这个位置的难度相对较大。整个是一直在这个空域飞着，一直在转弯，就是飞方块嘛，它基本就是2-3分钟就要转个弯，2-3分钟就要转个弯。
空中转弯，直升机的速度就要降下来，而在高空速度下降会直接影响直升机的稳定飞行。但是有时在早上当中速度消的比较小的时候，像后边的僚机我感觉都快停住了。这一次与多国直升机组成编队，中国舰载直升机飞行员的精湛技术是他们成功完成飞行编队任务的前提。一个多小时后，李继辉他们胜利凯旋，两架直九直升机分别在哈尔滨舰和绵阳舰安全着陆。爱斯坦们组织这个多国活动这种方式，他们有些个理念，应该我感觉还是对我来讲啊，对我个人来讲，我感觉还是比较新颖的，有可以借鉴的地方，可以用到我们的训练当中，是吧？提高我们国家这个海军航空队我们舰载直升机的训练水平。通过与外军的各种交流，也了解了当今世界上比较发达的这个海军国家啊一些训练，包括这个理念上的一些好的这个成果。从2008年12月26日至今，中国海军共派出16批护航编队执行亚丁湾、索马里护航任务。五年来，护航编队不仅担负着为中外商船护航的任务，并且建立起与外军舰艇展开联合军演、指挥员交流以及友好访问等机制，架起与世界各国海军的友谊之桥，展现了中国海军的开放和透明。塞舌尔国庆日阅兵，中国海军徒步方队整齐划一，威武雄壮。光荣背后，他们在摇摆的舰艇上怎样展开训练？不是仪仗队员的护航官兵，为什么最终走出了仪仗队员的风采？军事纪实正在播出中国海军执行护航任务5周年特别节目《舰舷亚丁湾》上集。全体听口令。好，164栋啊，别做错动作啊，全体听口令。最后一步有点赶了，明显节奏有点快了啊。控制住，搜动护国，往这个方向。全体听口令。从2013年3月下旬起，中国海军第14批护航编队的官兵展开了队列训练。按照常理来讲，官兵们的主要任务是护航，这些基础的队列训练跟护航没有太大关系。那么此时他们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训练？塞舌尔那边呢，已经向我们这边发出邀请，希望我们的这个海军，我们的这个护航编队能够参加他们的国庆阅兵活动，就是我们要派出我们的舰员组成水兵方队来接受这个检阅。塞舌尔是坐落于印度洋上的一个群岛国家，距离亚丁湾有1200多海里的航程。6月18日是塞舌尔的国庆日，他们邀请了中国、俄罗斯、法国、印度、丹麦等国家的海军参加阅兵庆典。人员选拔主要是结合这个个人的军人形象，军人姿态，包括这个队列动作，以及结合在航行所承担的相关的值班执勤的任务有没有冲突，这个几个方面来考虑的。没有去参加方队的有好多同志还请战，还想法说为什么不抽我们去，因为我们一直在连续航行，还担负防海的任务、护航任务，不能所有人都参加。根据塞舌尔的要求，参加阅兵的水兵方队基本都是30人左右。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将组成2个方队。一直偷偷摸摸的相互之间在较劲，我觉得是自己一定要是最要入选最终的这个6分人的方队嘛。
赛事阅兵是国外阅兵，这还是大家来说都是第一次，所以大家肯定就会憋足劲儿来喊上加练。然而舰艇上的队列训练却面临着种种困难，舰艇摇摆剧烈，人员在方队行进过程中容易产生摇摆、重心不稳等等情况。满足了，用你的感觉去感觉感觉牌面。提中部它在海上比较难一点嘛，尤其是那个正步的一令一动的话，就是一只脚根本踏起来以后你根本站不住。不要不光光是砸地的呀，要落后了，你要往前平移。舰艇甲板上单排面的训练只能向前行进七步，而方队合练因为场地狭小更是举步维艰。它毕竟船也本是船本身的摇晃嘛，也没有说像那个单排面训练时那种感觉，反正你就是听见后面等过一瞬间的声音，就是稀里哗啦稀里哗那个声音。拥挤的场地，摇晃的船身，护航官兵的队列训练一开始进行的并不顺利。然而任何一个国家的阅兵式都会极其庄严隆重，为了圆满完成在塞舌尔国庆日上的阅兵任务，中国水兵方队的目标就是要把这些普通官兵变成仪仗兵的样子。一个月之后，哈尔滨舰的副航海长孙瑶被选为方队的军旗手，可舰上并没有仪仗队用的旗杆，于是舰艇上的锚杆就成了他手中的旗杆。像孙悟空似的，整天扛根杆在练，每天甩来甩去的。前进！在哈尔滨舰，孙瑶平均每天要值班七个小时。除此之外，从四月下旬到六月十八日，塞舌尔阅兵日阅兵的那一天，孙瑶几乎把休息时间都用在了训练上。前进，一、二。因为他作为一个护旗手，护旗方队的这个走在最前面，旗组人员展示的是一个形象，一个门面的问题。不管是这个队列动作，还是形象气质，到这个一令一动，展示的是一个中国海军水兵方队的一个训练的水平的一个缩影。就是这个挥旗的动作，孙瑶练了有二十多天。给他们提的要求是，至少要付出他们其他阅兵队员两倍的这个努力和辛苦来进行训练。到了五月中旬，孙瑶终于有了真正的旗杆进行练习。我选择就是利用舰艇航行的时候迎风和顶风这个状态，这样因为风吹动旗子给我更大的阻力，即使在真正阅兵的当天遇到这样顶风迎风最恶劣的条件，我相信如果这样训练多了的话也可以应付得来。然而真正的旗杆和舰艇上的锚杆却有着很大的区别，挂上旗子之后动作的感觉也完全不一样。旗子迎风飘扬，可能会遮住你的视线，可能会戴乱你的帽子，可能会增加一定的阻力，然后让你这个举旗的时候，由于旗子的晃动，旗杆也在晃动，我发现这个臂力还是不够，所以说还是进一步的加强这个上肢的力量的锻炼。
军旗旗杆是由钛合金材料制作的，一般人举不到十分钟就会感到手臂发酸。发现自己的臂力不足，孙瑶在驻舱里特意加强了训练。1、2、3、4，主要就是举哑铃，天天用这个哑铃模拟这个旗杆，要比这个旗杆重一些的哑铃推。2、3，哑铃的重量是旗杆的2-3倍。一开始孙瑶向前举了几个就没有劲了，而经过每天不断练习，半个月后他连续举十几个都很轻松。在练习举哑铃的同时，孙瑶还给自己规定每天做200个俯卧撑。就在孙瑶训练的同时，参加排练训练的护航官兵也经常利用晚上的时间进行加练。训练这个场景也很壮观，晚上就是到处只能听见声音，看不见人，人在这个黑影里边在这练。尽管大家的训练热情都很高，但是第一次靠码头合练，水兵方队的整体效果却很不理想。因为每个排练的教练是不一样的，那一合的话就容易节奏包括这个队员的动作标准不是很一致。在舰上，护航官兵的队列训练只能分排面进行，而到了宽敞的码头，各个排面集中到一起，就出现了不整齐的结果。为此，他们还要利用靠泊码头的宝贵机会加强训练。6月17日，中国护航编队靠泊，在塞舌尔维多利亚码头，这是水兵方队的最后一次合练。将近4个月的训练，这些不是仪仗队员的水兵，却走出了仪仗队员的风采。2013年6月18日是塞舌尔共和国国庆纪念日，当地时间晚上6点，阅兵庆典正式开始。来自塞舌尔、中国、俄罗斯、法国、印度、丹麦等6个国家的21个徒步方队依次走进阅兵场。在红旗的引领下，65名中国海军官兵目光坚定，正步向前。突然，全场我能听到那个欢呼声，那个欢呼声就是配合着我们正步的这个节奏，一点一点。听到那个中国海军威武的时候，那个，那感觉特别不一样的是。中国海军水兵徒步方队的动作整齐划一，威武雄壮，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出现一片欢呼。I think it was a very good addition to the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s because China is a very friendly country and it i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y take part in the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s and the public liked them and they learned very fast because even if they were at sea,This did not stop them from doing the parade very well, even if they are not used to the area here. 俄罗斯他护航编队的一个参谋长啊，就问，你们这个阅兵方队是不是事先从这个国内的各个这个海军这个舰艇上是遴选出来的这些人？我说不是，我说这是就是我们本舰的人员进行了相关的。在海上进行相关的这个训练，就是达到这个效果，没有事先的这个挑选人员。
在塞舌尔，这个由护航官兵临时组建的阅兵方队，将东方古国的文明气质、中国海军的威武雄姿展示在了世人面前。而在五年的护航历程中，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在圆满完成护航任务的同时，先后对40多个国家进行友好访问，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海军开放、自信、和平、友好的良好形象。时隔五年，亚丁湾依然不能平静，繁重的护航任务和各种困难也时常摆在护航官兵的面前。日月更迭，潮起潮落，如今的护航官兵又是怎样迎接新的挑战？他们又将怎样与海盗斗智斗勇？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中国海军执行护航任务5周年特别节目《舰悬亚丁湾》下集。在这片叫亚丁湾的汹涌海域，云集着20多个国家、50多艘军舰，中国海军官兵担负着艰巨的护航任务。为了这里的和平与安宁，他们如何与外军交流合作？又将怎样与海盗斗智斗勇？军事纪实下期播出，中国海军执行护航任务5周年特别节目《舰悬亚丁湾》下集。